对于一个事业发展期的女演员来说，这样的奖项十分的重要，这是对自己实力和演技的证明，更拓宽了自己以后的戏路。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其实杨紫凭借着电视剧还拿下了另外两项大奖，这也是对她在职业发展路上的一个重要的肯定。杨紫凭借着一部作品便拿下三项大奖，这样的实力不得不让人羡慕。